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来到了 Bukit Bintang 的 Lot 10。我今天想带大家看看这一间日本最大、最受欢迎、人人都爱的日本最著名超级市场 Don Don Donki， 中文称为静安的殿堂。今天也是我第一次踏入此店。这家位于 Lot 10 的 Don Don Donki 呢，是于去年2021年3月19日开幕。在店内呢，售卖至许多日式小吃、各种食品、服装、杂货、美容产品，产品琳琅满目。如果你是日式商用爱好者，又或者是你是一位日式食品爱好者的话，我相信这里将会是你的天堂。